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刘宋西域三藏法师江良耶舍译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舍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。尔时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哈舍氏，随顺调达赫有之教，收持父王频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，至诸群臣依不得往。国太夫人名维提西，恭敬大王早欲清净，以苏密火炒用途其身，煮璎珞中盛葡萄浆密以上王。尔时大王食朝饮浆，求水漱口，漱口必以合掌恭敬，向奇舍觉山遥礼世尊而作誓言：大目前莲是吾亲友，愿行慈悲受我八戒，使目前莲如鹰隼飞极至王所，日日如是受王八戒。世尊亦遣尊者富楼那为王说法，如是时间仅37日，王时炒蜜得闻法故，颜色和悦。时哈舍氏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也？使守门人白言：大王，国太夫人身途炒蜜，璎珞成浆，持用上王。沙门木莲及富楼那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止。使哈舍氏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赫人幻获咒术，令此赫王多日不死，即持利剑欲害其母。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即与其婆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，臣闻毗陀论经说，劫初以来有出贺王躺国未故，杀害其父18000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无差利种，臣不忍闻。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附助于此。使二大臣说此语境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使哈舍氏惊不惶惧，告其婆言：汝不畏我也？其婆白言：大王甚莫害母。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至于内官，必至深宫，不令复出。时维提西
被幽闭以愁忧憔悴，遥想取舍绝山为佛作礼而作誓言，如来世尊在昔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，我今愁忧世尊危重无有得见，愿遣木莲尊者阿难与我相见，作誓语已，悲泣欲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请，尔时世尊在奇舍绝山之维提西心之所念，其翅大目前莲即以哈难从空而来。佛从奇舍绝山末于王宫出，是维提西离以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花，目莲视左，哈难视右，示范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育天花，持用供养。是维提西见佛世尊自觉璎珞，举身投地，豪气向佛白言：世尊，我素何罪生此鹤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唯愿世尊为我广说，无忧恼处，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。此浊恶处，地狱恶鬼畜生盈满，堕不善聚。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，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，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。尔时世尊放眉间光，其光金色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环住佛顶，化为青苔，入须弥山。十方诸佛净妙国土，皆于中现。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复有国土纯是莲花，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复有国土如玻璃镜，十方国土皆于中现。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眼前可观，令维提西见。时维提西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唯愿世尊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。尔时世尊即便微笑，有五色光从佛口出，一一光照频婆娑罗王顶。尔时大王虽在幽闭，心眼无障，遥见世尊头面作礼，自然增进成阿那含。尔时世尊告维提西：如今知否，阿弥陀佛去此不远，汝当细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。我今为汝广说众辟，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
极乐国土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一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如此三事，名为净业。佛告维提悉，汝今知否？此三种业，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如来今者，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，说清净业。善哉，维提悉，快问此事。阿难，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。如来今者，教维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佛力故，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之明净，自见面相，见彼国土极妙乐事，心欢喜故，应时即得无生法忍。佛告维提悉，汝是凡夫，心想雷烈，未得天眼，不能远观。诸佛如来有一方便，令汝得见。是维提悉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亲者，以佛力故见彼国土，若佛灭后，诸众生等浊恶不善，无苦所逼，云何当见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佛告维提悉，汝及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，想于西方。云何作想？凡作想者，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，皆见日末。当其想念正坐西向，地观于日欲没之处，令心坚住，专想不移，见至欲没，状如悬谷。既见日已，闭目开目，皆令明了，是为日想，名曰初观。次作水想，见水澄清，亦令明了，无分散意。既见水已，当起冰想，见冰映彻，作琉璃想。此想成已，见琉璃地，内外映彻，下有金刚七宝金床，擎琉璃地，七床八方八棱具足，一一方面白宝所成，一一宝珠有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，映琉璃地如一千日，不可去见。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策剑挫，
以七宝戒奋起分明，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，其广如画，又似新月，悬处虚空，成光明台，楼阁千万，百宝合成，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，无量乐器亦为庄严。八种清风从光明出，古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，是为水响，名第二观。此响成时，一一观之，即令了了，闭目开目，不令散事，唯除睡时恒意此事。如此响者，名为初见极乐国地。若得三昧见彼国地，了了分明，不可据说，是为地响，名第三观。佛告哈难，汝持佛语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，说是观地法。若观世地者，处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舍身他世，必生净国，心得无疑。作世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地想成已，次观宝树。观宝树者，一一观之，作七重行树下。一一树高八千由旬，其珠宝树、七宝花叶无不具足。一一花叶作一宝色，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，玛瑙色中出砗磲光，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。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饰，妙珍珠网弥覆树上，一一树上有七重网，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，如梵王宫，诸天童子自然在中。一一童子五百亿释迦毗楞伽摩尼以为璎珞，其摩尼光照百由旬，犹如和合百亿日月，不可具名。众宝见错色中上者，此珠宝树行行相当，夜夜相次。于众夜间生出妙花，花上自然有七宝果。一一树叶纵广正等二十五由旬，其叶千色有百种化，如天璎珞。有众妙化作阎浮檀金色，如炫火轮婉转夜间，永生诸果如地势平。有大光明化成床幡蒲亮宝盖，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，十方佛国亦于中现。
见此数矣，亦当次第一一观之。观见数，青枝叶花果，皆令分明，是为数相。名第四观。次当享水，欲享水者，极乐国土有八池水，一一池水七宝所成，其宝柔软，从如意诸王生，分为十四支，一一支作七宝妙色，黄金为渠，渠下皆以杂色金刚，亦为地沙。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，一一莲花团圆正等，十二游巡。其摩尼水流注花间，寻数上下，其声微妙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。如意诸王用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百宝色鸟，鹤鸣哀哑，常赞念佛念法念僧，是为八功德水响，名第五观。众宝国土一一界上，有五百亿宝楼，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际乐，又有乐器悬处虚空，如天宝床，不古自明。此众音中，皆属念佛念法念比丘僧。此想成矣，名为粗见，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，是为总观想，名第六观。若见此者，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，命中之后必生彼国。作世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。汝等一直广为大众分别解说。说是欲时，无量寿佛矗立空中，观世音大势至，是二大势势力左右，光明炽盛，不可具见，百千阎浮檀金色，不得为比。是维提悉见无量寿佛已，皆足坐礼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因佛力故，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，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？佛告维提悉：欲观彼佛者，当其想念，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，令其莲花一一叶上作百宝色，有八万四千脉，犹如天化，脉有八万四千光，寥寥分明，皆令得见。
花叶小者，寸广250由旬，如是莲花，具有84000叶，一叶间有百亿摩尼诸王，亦为应世。一摩尼珠仿千光明，其光如盖，七宝合成，遍覆地上。释迦毗楞伽宝以为其台，此莲花台80000金刚真殊迦宝梵摩尼宝妙真珠王以为教室。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，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，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，复有500亿微妙宝珠以为应世。一宝珠有84000光，一光作84000亿种金色，一金色遍其宝土，处处变化，各作异象，或为金刚台，或作珍珠网，或作杂花云，于十方面随意变现，施作佛事，是为花作响，名第七观。佛告哈难，如此妙化，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，若欲念彼佛者，先当作此花作响，作此响时，不得杂观，皆应一观之。一叶，一柱，一光，一台，一床，皆令分明，如于镜中自见面相。此想成者，灭除50000劫生死之罪，必定当生极乐世界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见此事已，次当向佛。所以者何？出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32相80随情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。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哈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。想彼佛者，先当想象，闭目开目，见一宝相，如阎浮檀金色，坐彼花上。见相坐已，心眼得开，了了分明，见极乐国七宝庄严，宝地宝池宝树行列，出天宝幔弥覆其上，众宝罗网满虚空中，见如此事，即令明了如观掌中。见此事已，复当更作一大莲花，在佛左边，如前莲花等无有异；复作一大莲花，在佛右边，想以观世音菩萨像，
作左花作，亦作金色，如前无异。向以大势至菩萨像，作右花作。此想成时，佛菩萨像皆放光明，其光金色，照诸宝树，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，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，遍满彼国。此想成时，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珠宝树，浮焰鸳鸯皆说妙法，出定入定恒闻妙法。行者所闻出定之时，一持不舍，令与九多罗合。若不合者，名为妄想；若与合者，名为粗想见，极乐世界，是为相想，名第八观。作世观者，除无量一劫生死之罪，于现身众得念佛三昧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，此想成矣，次当更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。阿难当知，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，佛身高六十万亿，那由他恒河沙游巡，眉间白毫右旋婉转，如五须弥山。佛眼如四大海水，清白分明，身诸毛孔眼出光明，如须弥山。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，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，以为是者。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其光相好，其与化佛不可具说。但当一想，令心眼见，见此事者，即见十方一切诸佛，以见诸佛故，名念佛三昧。作世观者，名观一切佛身，以观佛身故，亦见佛心。佛心者，大慈悲事，以无缘慈摄诸众生。作此观者，舍身他世，生诸佛前，得无生忍。是故智者，应当细心地观无量寿佛。观无量寿佛者，从一向好入，但观眉间白毫，其令明了。见眉间白毫相者，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。见无量寿佛者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，得见无量诸佛故，诸佛
献遣受祭，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，名第九观。所视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见无量寿佛了了分明矣，此意应观观世音菩萨。此菩萨身长80万亿，那由他游巡，身紫金色，顶有肉髻，顶有圆光，面各100000游巡，其圆光中有500化佛，如释迦牟尼。一一化佛有500化菩萨，无量诸天以为是者，具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，皆于中现。顶上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天观，其天观中有一力化佛，告25游巡，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，眉间毫像被七宝色，流出84000种光明，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100000化佛，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，以为是者，遍现自在满十方世界。譬如红莲花色有80亿微妙光明，以为璎珞，其璎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，手掌作500亿杂莲花色，手十指短，一一指端有84000化，犹如印纹。一一化有84000色，一一色有84000光，其光柔软普照一切，以慈宝手接引众生。举足时，足下有千佛轮像，自然化成500亿光明台；下足时，有金刚摩尼化，不散一切，莫不弥满。其余身相，众好具足，如佛无异。唯顶上肉髻及无见顶相，不及世尊，是为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相，名第十观。佛告哈难，若欲观观世音菩萨者，当作视观。作视观者，不遇诸惑，净除业障，除无数劫生死之罪。如此菩萨，但闻其名，获无量福，何况地观。若有欲观观世音菩萨者，先观顶上肉髻，次观天观，其余众相以次第观之，悉令明了，如观掌中。作视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次观大势至菩萨，
此菩萨身量大小，亦如观世音，圆光面各，百二十五由旬，照二百五十由旬，具身光明，照十方国，作紫金色，有缘众生皆悉得见。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，是故号此菩萨，名无边光。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令离三途得无上力，是故号此菩萨，名大势至。此菩萨天冠有五百宝花，一一宝花有五百宝台，一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，皆于中现。顶上肉髻如波头摩花，于肉髻上有一宝瓶，成出光明，普现佛事。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。此菩萨行时，十方世界一切震动，当地动处有五百亿宝花，一一宝花庄严高显，如极乐世界。此菩萨错时，七宝国土一时动摇，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，于其中间无量尘数，分身无量寿佛，分身观世音大势至，皆悉云集极乐国土。侧侧空中作莲花座，演说妙法度苦众生。作此观者名为观见，大势至菩萨是为观，大势至色身下。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，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。作是观者不除胞胎，常游诸佛净妙国土，此观成矣，名为具足观，观世音大势至。见此事时，当起自心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，作莲花合响，作莲花开响。莲花开时有五百色光来照身相，眼目开响，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，皆演妙法与十二不惊合。若初定之时一迟不失，见此事已，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，是为普观想，名第十二观。无量寿佛化身无数，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，行人之所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若欲至心生西方者，先当观于一丈六相
在池水上。如先所说，无量寿佛身量无边，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。然彼如来夙愿力故，有意想者必得成就。但想佛像得无量福，况复观佛具足身相。阿弥陀佛神通如意，于十方国变现自在，或现大身满虚空中，或现小身丈六八尺，所现之形皆真金色。圆光化佛及宝莲华，如上所说。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，于一切处身同众生，但观首相，知是观世音，知是大势至。此哈尔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，是为杂相观，名第十三观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：上品上生者，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。何等为三？一者至诚心，二者身心，三者回向发愿心。具三心者，必生彼国。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慈心不杀，具诸戒行；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；三者修行六念，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具此功德，一日乃至七日，即得往生。生彼国时，此人精进勇猛故，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，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，无量诸天七宝宫殿，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，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，与诸菩萨授手迎接。观世音大势至，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，行者见已欢喜踊跃，自见其身，乘金刚台随从佛后，如弹指顷往生彼国。生彼国已，见佛色身众相具足，见诸菩萨色相具足，光明宝林演说妙法，闻已即悟无生法忍，竟须臾间历时诸佛遍十方界，与诸佛前次第受记，还至本国，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，是名上品上生者。上品中生者，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善解意趣，于第一义心不惊动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行此行者，命欲终时，
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，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：拔子，汝行大乘，解第一系，是故我今来迎接汝，与千化佛一时受手。行者自见坐紫金台，合掌插手，赞叹诸佛如一念请，即胜彼国七宝池中。此紫金台如大宝花，清秀则开。行者身作紫摩金色，足下亦有七宝莲花。佛及菩萨去时放光，照行者身，目即开明，因前宿习，普闻众生纯说甚深，第一义谛。即下金台，礼佛合掌，赞叹世尊。经于七日，应时给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，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，历示诸佛，与诸佛所修诸三昧，经一小劫得无生忍，现前受记，是名上品终生者。上品下生者，亦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行者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，与诸菩萨持金莲花，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。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：法子，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，我来迎汝。见此事时，即自见身作青莲花，坐以花合，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。一日一夜，莲花乃开，七日之中乃得见佛。虽见佛身与众相好，心不明了，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。闻众音声皆演妙法，游历十方，供养诸佛，于诸佛前闻甚深法，经三小劫得白法名门，住欢喜地，是名上品下生者，是名上辈生相，名第十四观。佛告阿难及维提希：中品上生者，若有众生受持五戒，持八戒斋，修行诸戒，不造忤逆，无众过患，以此善根回向，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。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，放金色光至其人所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赞叹出家得离众苦。行者见已，心大欢喜，自见己身坐莲花台，长跪合掌，为佛作礼，为举头请，
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寻开，当化夫时，闻众音声，赞叹四谛，应时即得阿罗汉道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是名中品上生者。中品中生者，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且想熏修如此行者，命欲终时，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，持七宝莲花，至行者前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：善男子，如汝善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我来迎汝。行者自见坐莲花上，莲花集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宝池中经于七日，莲花乃复，花季复矣，开幕合掌，赞叹世尊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经半劫起，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中生者。中品下生者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此人命欲终时，欲善知识，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，一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，闻此事已寻及命中，譬如壮士屈身必请，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经七日矣，与观世音及大势至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过一小劫，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下生者，是名中辈生相，名第十五观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：下品上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众恶业，虽不诽谤方等经典，如此愚人多造恶法，无有惭愧，命欲终时，欲善知识，为说大乘十二部经首提名字，以闻如是诸经名故，除却千劫及众恶业，智者复教合掌插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除五十一劫生死之罪。尔时彼佛即遣化佛，化观世音，化大势至，至行者前，赞言：善男子，以汝称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我来迎汝。作事于已，行者即见化佛光明，遍满其事，见以欢喜，即便命中，成宝莲花，随化佛后生宝池中，经七七日，莲花乃复，当化夫时，大悲观世音菩萨
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，为说甚深，实二不惊。闻以信解，法无上道心，经十小节，具白法名门，得入初地，是名下品上生者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下品中生者，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，如此于人，透僧其物，到现前僧物，不敬说法，无有惭愧，以诸恶业而自庄严，如此罪人，以恶业故，应堕地狱。命狱终时，地狱众火一时俱至，遇善知时，以大慈悲极为赞说，阿弥陀佛实力威德，广赞彼佛光明神力，亦赞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。此人闻已，处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，吹出天花，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，如一念请，其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，经于六劫莲花乃敷。观世音大势至，以梵音声安慰彼人，为说大乘甚深经典。闻此法已，应时即法无上道心，是名下品中生者。佛告哈难及维提悉，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不善业，忤逆十恶，具诸不善，如此于人，以恶业故，应堕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如此于人，临命终时，遇善知识种种安慰，为说妙法，教令念佛，彼人苦逼不遑念佛，善有告言，如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成无量寿佛，如是至心，令生不绝，去足十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命终之时，见金莲花犹如日轮，处其人前，如一念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，莲花方开。观世音大势至，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，除灭罪法。闻以欢喜，应时即发菩提之心，是名下品下生者，是名下辈生相，名第十六观。说是语时，维提悉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，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，得见佛身及二菩萨，心生欢喜，叹未曾有，豁然大悟，待无生忍。五百侍女
法哈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生彼国，世尊悉济切当往生，生彼国已，获得诸佛现前三昧，无量诸天法无上道心。尔时哈难即从坐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此法之要，当云何受持？佛告哈难：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一名净除业障，生诸佛前，汝当受持，不令忘事。行此三昧者，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。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、二菩萨名，除无量劫生死之罪，何况意念？若念佛者当知此人，则是人中分陀利化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为其圣友，当作道场，生诸佛家。佛告阿难：如好持是语，持是语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。佛说此语时，尊者目前连尊者哈难及维提悉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尔时世尊足步虚空，还其舍绝山。尔时哈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：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各位师兄大家好，我是大藏经精品语音工程的负责人、诵经人雷海。大藏经精品语音工程正在进行之中，如果我们录制的佛音能够打动您的心灵，那么就请您支持这项历时20多年的伟大工程。阿弥陀佛。